关注一下。结果后边那三个挂全被我封了。那个挂跟我装，有个挂跟我装职业选手，他说老子一小刀刀来企鹅看我直播。是我那天还碰到一个装 SV 安可，他说我是 SV 安可，我说实话你的号没了。贼他妈傻逼我的、啊、那个逼贼逗，他说你把我包掉一大，你把我职业选手封了，我给你五个号。哎我卡了，哎还拉 OK 在、来了吗？六十了，妈一个九十，一个六十啊，九十掉了，九十掉了，上了吗？就退回去了，十被我捡了。打一个心跳七十的，我还一个打了个六十。啊，对，我打了个六十、啊，那个宁宇啊，对面第一打六十，九十已经掉了。下一个，慢点慢点，别急。大包 ，nice， 掉包 ，B 包 ，B 双下 ，B 门自己人。我们家。下一个去哪里？桥下吧，刚才还有一个。Nice， 76。啊！这么快的吗？我这个刚刚阴过来了，这个规则是有点骚、啊。看来是进步跳过来的。上口局，上口局。我是 A 大两只，上来了吗？喷子顶出来了。上来了，跳板一个，广告牌上一个，跳板下一个，三个 ，double kill，nice， 还有一个，慢点慢点，是个狙，我排一下，小刀掉，小刀掉，哎，还有一个小刀，小刀狙，哎，这点价的，哎 ，WC 有个狙 ，WC 有个狙，小刀一个，小刀残废，哎，WC 狙，放上来吧，是狙。破不掉了，我为什么被检测了呀？没必要啊，小黑输了吗？哎，这枪怎么打的？我操！被检测了，他们举报你，没举，估计也举报我了。OK， move out。上一把被检测，中路狙，中路狙，去吧。小刀上一个，小刀上一个，小刀上一个，碰到。啊，对，到了。中路出一个，我们家桥下。小刀上了，小刀上。我加 A 大了，中路，小刀两个，小刀两个，确定一把狙，慢点 ，nice， 哇，还好狙到了，我操，嘎起啊，四打五，搞起啊，这下稍微有点难度了，好吧，卡一卡，啊，你打的太轻，赶紧中门出。中门一个，中门，这喷子有点，两个了，中门两个了，掉了 ，nice， 还有一个喷子，喷子掉了，还有一个狙，小心小道狙，小心小道狙，黑带有 ，double kill， 他又说你了，哎 ，B 后门还一那个，操，来 B 房了 ，B 房来了。打刀，回房间。皮枪进了吗？要不要？还没有在地桥呢。我这点好傻屌啊！我记得我没排过他 ，SV 安可是他说的。丢 ！Nice。就是他，我操！上次我不是那个打他二十个吗？我操，他妈的！也跟我说啊，原来 SV 安可就是他，我操！逼还两个 ，OK， 没了，还有一个逼，还有一个吗？好像是、okay. 听到了 ，Nice， 哎，飘逸。
这人我下午才排过他的，下午打供电所，也是一个素材。这人给我素材里出现两次呗。我给你挑逗一下啊！还没还没，B仓一个，B仓一个，华中一个。啊，野区B仓还有，可以往 B 靠，可以往 B 靠，可以往 B 靠。小钱顶掉。Fire in the hole。B 狗一个区 ，B 狗还有一个区。我挑衅大家。能掉。Fire in the hole。OK。B狗，确定。B 狗里。81。不漏了，我来。让我炸死他，兄弟！啊，他在 B 狗里面，我炸死他！哎呀，没炸到，七滴血，我炸！回去了，回小道了，回小道了。哎，B 桥一个 ，B 桥一个。啊。SV 安。哎 ，A 拐好像压加了，我们在后花园卡一卡吧。一方有。来，让我来拍。这傻逼玩意除了装逼一点本事都没有，真的。问他是安可儿子不？安可是你爹吗？上一次就是我打，也是在沙漠灰打了他二十个，我就想起来，他就说他是 SV 安可，报我说我号没了，就是这个傻逼。一连一个，一连一个，慢点慢点。他这边的人为什么不上来？这么靠吗？我们45度下可能藏人了。到了，小刀可到了，慢点，我挑衅他一下。连接拉了，来，连接拉了，直接抢 B， 直接抢 B， 闭门到，闭门两个，哎，我满了，我想秒他头的，哇。控一排不急啊，妈的，在家里打字挑逗这个小可爱，妈的，这队友冲上来了，我操，一防一个，直接打，能把包带一带不，后花园那个一连接有一个，一连接掉第三个了，有病，直接下，注意火车后还没事， OK， A 狗一个要跑，残废了，nice， 我看好到，我感觉我的包都跑不过去了，打死了，go， 双方，他为什么检测我呀？好烦，下班，头定的多了，打头打的，可以检测，一打 AK 就检测啊，真的。Bigo， 让我炸，啊别 ，nice 啊。华少。